我正好听这种声音哦，恁爸真厉害。我跟我家人啊都是学钢琴的，而且我爸妈还因为这首歌给我取名叫爱丽丝。你嘛该拜托的，哪有人用报纸给人家去号名呀？其实啊，你刚刚讲的那件事，我自己也有点困难。那就是我们都认识某个看得到却不存在的人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是谁啊？不管你有多努力的尝试，你永远都摸不到那个人。好啦，我知影吼，你肯定不是。